我哋又試下先啦嚇，好唔好食啊？得意喎，似喎，似越南啦。嗱，啊，嗱，矮凳矮台，個人矮，一人一截。請先付款啊！鬧喎，幾多人食喎，係嘛？啊，估唔到喎，一間細細間鋪頭咁多人食，我爺嗰度米芝蓮自己作啦，即係證明都應該有翻上下噶嘛。叫多嘢食就係米線拼盤小的一個87元，炸春卷一份82元，就豬肉串烤豬肉串一串就50，豬腳肉湯80，牛肉河粉120，一個三色冰80，總數620元啊！幾輪啦？呢個炸春卷，呢個燒豬肉湯啊，呢個叫啊？就叫得多份量，食唔晒要打包呢番酒今晚宵夜啦。冇嘥，其实讲猪脚肉有春卷汤，佢话米芝莲咧就我唔觉得啦。如果俾评分，如果50分合格咧，我谂都系60尾啦，70都唔够啊。不过唯一好处就够在快，佢做嘢够爽快，好快脆，叫完都唔使10分鐘之內已經到曬啲嘢齊曬，全部係啲嘢啊，咁多樣嘢啊，係呢樣嘢好啲，其他啲嘢普通啦，食嘢真係啲比較淡某啲。車啊，高速台中去新烏日嗰個火車啊，去到嗰邊又要轉公車嘅，捷運運作係點樣嘅？所以有多時咧都要嘥啲時間去搜尋一下啦，兜兜轉轉嘥少少時間啦會。台中的高铁站搭了个61嗰个循环线系嘛？巴士嚟到呢度彩虹村啊，眷村，即系冇乜地方啊，呢度冇乜地方行啦，求其揾啲地方行下先啦。大致几多旅游巴嚟？又有人群嚟，又有旅游巴嚟。越嚟越多人啊！依家第二架旅遊巴啱到啊，幾熱鬧！呢個彩虹村啊，彩虹眷村啊，先好豬腳、筍同埋一個老蛋、白飯、一個湯，一個餐係嘛咧？86元嗱，86元喺呢度啊，1、2、3、4，160元。呢個老嘅玩咧就係30元，另外菜叫另外叫㗎，40呢個菜要40元。咁啊試下先嚇，食個筍先嚇，好唔好先？靚唔靚？幾靚！呢間叫顧鼎王啊，顧鼎王啊。我頂旺啊！嚟試下啲豬腳先，都好多人出邊排隊買外賣喎。呢度裏邊都有人食嘅，都得外賣多啲。啊！啲汁幾香，啲老汁，豬肉都幾淋啊！一嚼就開。啲筋又未淋曬，好喎，都唔錯啊，整得唔錯，味道都好。試條菜先，都好啊，青菜。呢度炒青菜嚟啊，普通啦，一般都 OK 啊。咁呢個係應該係豆腐菜湯啊，有少面豉味咁好似。味噌湯嚟。味噌湯叫做普通啦，因為麵包比較黏口啲嘅飯啊，兩菜咁啊，黏黏地，軟熟嘅，啱唔啱價錢先啊？係咪啱唔啱啊？啊，佢都 keep 抌喺度，自動門嚟噶，好噶。请问有没有新的？咩叫白夫长啊？这个什么？你系要康康？康康。康康。
What do you want? Big or small or middle? Those are... How much? How many more? 需要多大的？你不能说讲。This is 没有啊，没有现货，没有现货啊。Waiter， 你们是来旅行的？对，旅行住在这边。就在这边旅行的，旅行的那个有，但是要下礼拜一二才会到货。哇，啊，个老板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因为我们礼拜一要飞回香港了。礼拜一要飞回香港。哦，待会去，你要买一个哈？我先要问问价钱。这个8000块，昨天有收一个。哦，昨天有一个要买这个，礼拜一到货，他要桃红色的，8000块，他蛮喜欢。是这个的 brother， 还是你买这个贝壳的？我们要四四方方的，你要四四方方的啊。山葡萄啊，呢间嘢系偏贵啊，冇折头嘅，攞翻个原价定价8000蚊啊。呢啲都知嚟到呢度啦又，啊又休息，又出咗去啦，食饭啦。人啊，二米啊啫。豆花咁系冻嘅吓，呢个45蚊，呢个就咩啊？豆花系冻嘅。冻嘅，正。今日买咗啲碟翻嚟啊 ，Centurion， 其实呢碟都系中国大陆做嘅，不过喺台湾就销售嘅啫。咁幾好用嘅，其實都嚇。咁、我哋隔國教兩間，一間咧就係賣8000蚊，咁呢一間咧就賣6000蚊。知道幾好天啊！朝頭早又係咁樣啊！今日特別仲藍啲天添。方法呢個市場啊，行下睇下入去啊，行咁做冇咩嘢好做。嗱，呢個就係市場啦嚇，係咯，幾多人幾熱鬧，都係小心啲嘅呢啲綿羊仔電單車啊，佢啲模式同。大陸一樣咁樣嘅橫風直撞噶嚇，幾大個翻曬樓嗰啲嗬，係咪用紅玉噶？唔知啊。哇！點行咧？真係啦，全部濕住大佬，人都唔使行啦。分熱鬧啊！嗱，呢度一檔油炸鬼，喺豆漿賣嘅啫都。啊，喺度食。新鮮炸油炸鬼啊！請幫你排住副蛋糕。山梨啊，呢只叫苹果嚟噶嘛？49蚊嚟。苹果啊！啊，梨山啊，山梨添。30蚊一盒，6個。梨啊，叫做啊，梨都系梨嚟噶，学梨啊吓。叫落梨喎，都唔识。我
百香果，火龙果，芽椒啊，真系十分热闹啊，好挤拥，尤其是啲电单车，绵羊仔。西瓜十蚊一斤，十蚊一斤。你可以买咗一个摆翻入雪柜先嘅。依家攞住啊！咁你会帮我都不交钱，怪啫嘛。买个细嘅好啦。一个小创手。咩事？你有啲爆开咗啦。爆开梗唔要啦。啲螺咧淋喺呢度已经系。很多都爆了，你看买几个啫。这个是啥？这是特别。哦，买了摆翻去。呢个咧，呢个几顺手，几好。一碟啦。乜跌落地啊？呢个赔啦。咁买只西瓜吓。可以今日食，听朝食，听日食都得啊！咁啊，称咗西瓜啦，就30蚊呢个西瓜啊，几斤？15蚊一斤，一柠檬。几滑啊！叫红春嘅洋葱啊，长长地咁嘅形状。啊！呢間專賣洋葱嘅呢間嘢，啊，好多種類嘅洋葱啊！啊！呢間賣乾貨蒜頭啊、蓮子啊、花生啊之類啦、啊，沿住去個街市啊，過埋啲紅綠燈個位置。你睇咧，電單車黨成街都係啊！你驚唔驚啊？摸到啊！呢係黃肉西瓜嚟嘅，就係清甜嘅啲西瓜肉就。好大個喎！梗係啦，100蚊三個。龍眼。里面有水蜜桃喺度，水蜜桃、车厘子，165蚊一斤，都几靓嘅色啊！榴莲，啊，呢度专卖龙眼嘅呢度。唔同 size 唔同價錢嚇、啊，哇！呢、這個大到龍眼王啊，咁大粒嘅。嚟啦！我啲咩啦？春節咩啊？春節咩啊？啊！呢袋全部賣龍眼。呢个唔系红肉啩，吓、啊？呢个切咗白色嘅肉。铺头多，店铺多，街边档又多。啊，番薯叶都有啲啊。啊，好大个齿！昨天你的绿色就是大个芒果。
咁又睇得檔包落檔啦，又咁嚟睇下先啊！咁啊，買一個包落啦，幾錢一個？21蚊啊！都唔平喎，個 size 唔係好大嘅啫喎，一個拳頭咁大嘅喎，21蚊。附近有三間臭豆腐鋪嘅，呢間咧叫21臭豆腐。我哋求其走入嚟啦，見到啊，正話都幾多人咁啊，走入嚟，但係依家又散曬啲人啦，冇乜人啦，又變咗。唔知係咪仲會㗎？好味。好味啊！我覺得普通啦，標準啦。講曬啲嘢真係。呢就真係標準啦，唔好話好味，我覺得係標準啫，啱啱。你要嚟嘅地方係大潤發啦，但係佢就開8點啦，依家先至係7:39，未開住嘅。今日旅程啦，啊，準備搭飛機翻香港，到啦！哇！水啊！正话我哋由我哋嗰个博奇饭店行过嚟，嚟到呢个站咧叫台湾
台中啊，国军英雄馆站呢、這个站啊，咁我哋会搭呢个302去到呢个台中国际机场嘅。咁呢度咧就近嗰个行去台湾大道嗰个站啊，而且呢度冇咁多巴士埋，人又少，上车会方便啲啊。302好准时到站啊，暂时又冇咩人架车就吉车啦，可以讲。